爸爸，快别睡了！你看我给你带来的新衣服，你快看，这一套衣服可比萨洛通那个帅多了。什么？又有新衣服？上次穿新衣服挨了一顿揍，你还想让我挨揍吗？没事的，爸爸，这个没人要的，我不知道是谁的。啊，这么好，看着还不错，让我穿上试试。怎么样，爸爸，是不是很帅？嗯，帅是挺帅的，不过嘛。 就是这鞋，一看就知道是我呀。有没有银色的鞋呀？银色的鞋，你等着。爸爸，爸爸，银色的鞋找来了，你快看。嗯，儿子，你可真厉害，从哪里找来的？哎呀，这你就别管了，爸爸，你快换上吧。嗯，儿子，这鞋真不错，正合我脚。等会儿，爸爸，还有这副手套，你快把这副手套换上。啊，我这么大的手能塞进那么小的手套吗？哎呀，爸爸，你就试试嘛。 好吧，好吧，怎么样？这下没问题了吧，儿子？哈哈，太帅了，爸爸。可是儿子，这到底是谁的衣服呀？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，但就是想不起来呢？哎呀，爸爸，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的衣服，这样的衣服太多了，肯定没人认识是谁的。小朋友，你们有人认识这是谁的衣服吗？认识的话，赶快告诉我。哎，你看，爸爸，没人说话，他们没人认识这是谁的衣服，你就放心吧。